这三个字才是你一生之中最该警惕的敌人。为人需戒一个傲字，人生第一大病只一傲字。为子而傲必不孝，为父而傲必不慈，为友而傲必不信。凡人处事最爱站在自我的角度看问题，我的做法一定是好的，我的意见一定是对的，我喜欢的一定值得赞扬，我讨厌的必须提出批评。对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事都欠缺一份尊重。修心需戒一个躁字，心躁容不下清静，更生不出智慧。生而为人，操劳一世，只有克服浮躁，才能够安稳如山，自在如风。处事需戒一个惰字，知识行的主意，行事之的功夫，知事行之始，行事之之成。一个人只要有了志向，有了决断，就要坚定不移地去执行。成功不在事之难易，而在于克服怠惰的心理，身体力行地做好每一件事。